干嘛呢？挂机了。哦。厂商电机让了。哎，太真实了，这个隔板刀一点都不给力了。二级狙好抓一点。什么意思？干嘛啊？
三个人修一台，我来渡前锋就行了。没修。 抽了根针。 啊，这个人又没打钻，啊，都没打钻，没有推进器啊，穷啊！上一局的分数赚回来了。 鸟要给佣兵的，然后佣兵可能要二救，佣兵应该在这。我操，有毛病！
等一下，无人蹭影，看来不需要了。在干嘛？给他套鸟，别闹，我走。你套鸟我就走，你不套我就不走。不抓你。先自救，你不会又要用佣兵来救吧？卖了。后遗症应该不少了吧？挂人。你修不完，何必呢？
哇，移居了！快去拿钻头。 丢了。 他应该在上分。强师，看那个走位，看到走位，哎 ，nice， 我就喜欢这种走位的。看他走位，贼强。看他手速，贼强。哎，没有什么，太强了。 在弹射的吗？飞机没捡着。
我的妈！刚才推进器没捡着，给他转个点都转不了。 哎呦！这人放，说他没意义。 闪现不用交，死了。他又想捞，这魔术师。 还好没翻车，哟，你皮得很呢，还捞200。
Thank you.
Thank you.
Thank you.